今天要来吃吃了十几年的老店土城海产店，在台南安南区这边的样子。我们露营车放在那个四草收屋来这边，大概1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，很近。这间呢非常的好吃，反正 每次来都是排队大排长龙。你现在就来看看到底有多好吃。今天还好，真的没有很多。哎，看到你了，为什么我们坐外面？啊？没位置，还很多啊。要点啥嘞？都想要点的。舍利五雕昂鸡。哈？有啦。西瓜面是不是？对啊。我本来想，我点鳝鱼诶，朱天。我本来想点这个鸭肠炒青菜。看起来不错啊。我都加未起啊，我点一个，然后鱼四只，然后炒卵丝，然后丝木鱼条，然后咸水虾。然后汤，然后这两个菜，那这个呢？有啊，各一。哦。这个一直我们就说，盐水虾、凉笋、红鲟，这个处女鲟，这不一样。一个是蟹黄，蟹膏，一个是蟹膏，哦、就差这样。对。哦。蟹黄跟蟹膏。很饱满的。对啊。哦。这个很饱满。超级好吃的红鲟，主打。这些是重新鲜来的咸水虾，很新鲜的虾，又很大只，圆形长这样，超大只。圆形是长什么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它很大只，不知道什么。饿了。清脆的高丽菜，有西瓜米汤。对啊，这是酸酸甜甜的样子。酸，对，酸的。酸，有点酸的。我喜欢那种酸酸的。丝木鱼条。丝木鱼条，对。看起来很大。对啊。丝木条，我们去哪里吃过？红军的。啊，对对对，红军那边。那是鱼柳啦，那是木鱼鳞，鱼鳞。皮爱卡。它是把它卡这边鱼背啊。对对对对对，那是鱼的卡这边。哎呀，哇，满满的蛋，满满满满的满的满满的蛋蛋，饱满的脚，哦，你看，一波就起来。OK。对啊，满满的脚。跟大小只吗？没有，就固定。对，固定。你就是跟他讲说你要什么，要什么肉，什么螃蟹这样子还是什么？对，就这样，完美。很 Q， 很新鲜，一丝一丝的，不是像那个糊糊的哦，那一拔就起来，很新鲜。超甜。好，鲫鱼好不好吃？有仙女的。鳝鱼，鳝炒鳝鱼，炒鳝鱼，不用去嘉义了，嗯，不用去民族路了。但是还没有用白毒彩，有啊，这个，这不是啊，葱啊，那不到，我没有读书，不要骗你。哎，对，清蒸海蜇锅，招牌，招牌，蛮好吃的，每次来必点。对，看，虽然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哦，肉很肥，有没有？很肥的肉。肉质算是比较细，对啊，你看满满的肉，完美。鳝鱼不够酸啊，不够酸，加一点料，你要沾多一点酱料，刚刚沾太少，你要沾多一点酱料，没。沾可以了。你的妈，我们家姐。不吃啊。阿妈不敢吃神，因为吃下去很神。
那个炒卵丝。炒卵丝。炒卵丝。看起来蛮。对，这应该蛮大只的，然后加笋子、小黄瓜。吃。吃一个了，还不错。蛮鲜的。这是什么？麻油腰子。嗯。麻油腰花。神秘的地带。对啊，一堆人呢、欸，客满。夸张，我们刚刚、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呢、欸。你要煮西瓜棉味增香丝，西瓜棉、蓝果香丝味增，这个都可以。看起来比较 OK 一点。哎，他们神秘的地带。哎，你在神秘的地带。我刚看是厨房哎。对，逛海岸街逛到还是餐厅。对，逛到没东西吃，只好来吃海鲜餐厅。一块清蒸凤，很瘦，哦，很香哎。这一个芦笋炒干贝看起来蛮好吃的。哦。生鱼片。等下忘记了哦，阿龙主要直接改。凤螺。你就听到这个。西瓜米汤，跟土城海产的不一样。好烫哎！还不烫？好烫啊！你现在喝的。好软丝，这芦笋炒干贝很好吃。嗯。芦笋很嫩，芦笋很嫩，干贝很大，它们很大一颗哦，新鲜，是真的干贝，不是假的。好松板猪，我觉得这间比中午的土城海产店好吃耶，它的汤也比较好喝，食物好像也比较新鲜，然后比较多元化，价格可能差不多。还送水果，为了水果可以再来，下次来吃到它的昂景就可以跟土城比了。他带我去神秘的地带。对啊，一堆人，客满。夸张，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呢，现在客满，我们还想说为什么要带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带。VIP 包厢。对啊，结果这边都满了。庆品海产好吃。好吃。我刚刚吃到脸红。意外捕获美食。那些海产餐厅好吃哦。一点半。非常好，下次再来吃。重点是要有超大的停车场。餐厅看起来蛮大的哦。没有，可乐没了，口气也没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不要吃鸡啊。临时找到一间餐厅，嘉义中埔的原来餐厅，看起来很大间，然后还有大停车场，感觉很不错。砂锅菜。等一下去那个老杨那边逛一下，方块酥奶。咸蛋黄酥。樱花虾高丽菜看起来不错。对啊，金沙豆腐。金沙豆腐也是他们的招牌。还有金沙的
早餐间。砂锅菜招牌，他说他们的招牌是这个砂锅菜，还不错，有点辣辣的，像砂锅鱼。嗯，然后这次炒三鲜，炒的也很够味，难怪他生意这么好。就是油吃了很大餐厅，但是觉得他口味不错。对，口味不错。嗯，很新鲜。这是金沙豆腐。很棒，樱花虾炒高丽菜，剩樱花虾，剩樱花虾而已，它炒的味道也很不错。芥蓝牛肉，哇，没关系，好像油油亮亮的，看一下嫩不嫩，哦，好吃哦。然后芥蓝看起来不错，糖醋鱼片很软，没有像人家的有的糖醋都是柴很柴，它的肉真的很软。很好吃，味道不错，好软哦，可以卤煮的粥点，但是我不喜欢吃美乃滋，所以我没有加美乃滋，清爽，喝酱，啊喝酱，喝酱，没有美乃滋也是觉得味道很够，比较清爽，好吃。沾什么糖醋酱？对，嗯，凉水。凉水。冻笋切一包哎。对啊。那这个是哥乐山辣子鸡，像咸猪鸡一样。对。所以以后咸猪鸡叫哥乐山咸猪鸡。对。感觉比较厉害。对。可以多卖一点，这样250。对啊，除了歌乐山在卖，除了歌乐山三个字，对，以后要改名字。哦，真的是咸酥鸡的味道，香草和肉沙拉，大欧巴。鸡胸肉看起来蛮嫩的，是酥肥，那是酥肥鸡，很嫩，很嫩。它那个香气，豆酥鳕鱼，它豆酥很香哎。它豆酥炒的那个色泽蛮厉害，不会过焦，没有烧焦味。然后注意一下它的鱼肉，很嫩的鳕鱼。很新鲜，很暖。给分100。真的100？可以，真的。要挑剔一下。挑剔一下。盘子不好看哈。一下。哎，随便找个餐厅，结果还发现还不错。对，蛮大间的。蛮大的。怎么样？吃了好不好吃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像老杨放快速里面去了。原来餐厅隔壁就是老杨方快厨，可以来这边参观选购哦，嘉义的名产。